做 good man，OK，good man，我係浩信。你真係咁介紹？我講笑啫，我係 Chris。即係你最大嘅賣點就係似浩信咋係嘛？係都係嘅。唔係喎，真係好似喎，可唔可以借個名嚟睇下？等陣先。我真係想睇清楚，係咪真係浩信先？繼續。Hello， 大家好，我係 Honey。我嘅賣點咧就係我係運動健將啦，同埋我嘅身高咧 average 嘅，咁咧唔會令到咧你哋有啲人咧可能個鏡頭出咗去或者係影唔到個頭咁樣。點解我聽？好，到你。喂，我叫阮正峰，即系就咁啦。我系邝洁莹。喺度喺度。我系欣欣。有咩专长啊，欣欣？骨骼惊奇啊！我相信。喂，我阿 Fred， 我系智力型嘅。开头。用脑嘅我系。我系 Bonnie， 我系运气高手。唔系呢啲。经过一轮自我介绍之后，双方队长很快已经揀好自己的队员了。好嚟，我哋已经分咗两组啦，我只会讲一次嘅啫。咩？前会前组唔组？前会前组唔会组，同埋前组。今日呢一个对垒咧，定系好精彩，我已经感受到啦。咁你记唔记得我哋今日系嚟做咩噶？破台庆，玩游戏啊！比赛开始啦，第一个游戏。彈下我台慶，我自己不是很方便彈。兩隊派出隊員輪流作賽，參賽者跑到指定界線按著個燈，即刻要在途中找出四字成語、劇名、潮語、繁名、句子等等，打直打橫打斜都得噶。每按一次講一個，再由組員抄低，每答中一個就有旗仔一支噶啦。我數三聲之後就開始了，一二三開始。喂，開始啊！係啊。我幫你嘅，兩葉插刀。吊金龜，長腿叔叔。睇過。四個字啊！我睇唔到。轉泥擺屋。講炒牛河。啲草氣跑出嚟。等一下，我哋後面先。煙離地成。人間空氣。我中意呢個。人間空氣。唔係咁易。一個都睇唔到啊！大鑊啦。小姐，揚州炒飯啊！激
自信高，妙手仁心，妙手仁心。正風 B B， 你真係我對你好失望啊！我到而家都睇唔到啊！看看大家寫啲咩先，好唔好？你哋呢邊先啦。發現咧，其實有好多都係老作嘅嚇，譬如話咩我愛台慶同埋呢一個香港小姐咧，都係冇嘅。佢哋博大帽咧 ，good try 嘅 ，OK 嘅。咁啊，你哋呢一邊總共咧係有五分嘅，係啦。所以有五次棋仔，你博大帽都錯嘅，全部都。其實當中咧，其實咧兩邊都冇寫一個嘅，就係咧其實有一個四字成語。我知，我知，我睇到，我知，我知，我愛他呀。我知你想聽邊個講。我愛蝦頭，加分加分加分！好想因為咁樣而加你哋分，但係兩邊都冇寫啊！寫出嚟嘅咩？講出嚟噶嘛？得啦，冇啦冇啦冇啦，過咗啦！好啦，到呢邊啦。我以為咧正風 B B 你咧本身好好啊嘛，係咪先？點知唔知點解你突然間好似盲咁樣咧，睇唔到任何嘢嚇？呢個咩字？喂，唔係呢個擺到明係。兩個字是什麼？你過來這邊，這個其實想畫個愛心給你，但我時間的關係只畫了那一點，太遲了。好了，明明就是說這個是的士上不知上個洞還是什麼，其實這個沒有這件事，他是說逆市順工的。逆市順工什麼？的士上蓋啊？我聽到的士上蓋這樣錯了，所以這個長腿叔叔咧，都會當你哋啱啦。好啦，咁佢就依度真係幫你哋唔少嘅。好啦，咁所以你哋呢一邊咧，成績都唔錯嘅，係有十一支旗仔嘅。哇！點解？做乜嘢啊？又係咪懷疑啊？扣翻你哋五支啊！六支啊！六支！六支啊！六支啊！得啦，好啦，險勝一分而家。OK， 好，下一個遊戲。Namco Sportainment Arena 場地贊助。马巴良特龙熬鸡精及超特龙熬鸡精，日本制造，超黏口感。仲要鸣谢 Big Big Shop 赞助的丰富礼品包。嗱嗱，我唔舍得打啊，棍噶，去追，去追。